不知道给哪位安少年加油吗？ B 站原计划官方账号或易安范 APP 观看易安少年的自我介绍，可以了解更多个人情报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最新西卡世界，欢迎大家，欢迎。好，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场景哦，又是跟普通的尬世界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后面原计划那三个字呢？好吧，其实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最近在排练下一届的东西，所以那个大教室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使用到，所以我们找了一间小小的教室来录这一次的烟尬时间。这次的烟尬时间真的是怎么讲呢？我感觉会蛮好玩的。它的名字叫做影视经典模仿赛。有没有一点？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比较经典的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？龙门镖局。龙门镖局哦。我也看那个，太好看了，真的挺好看，太好看了，我的妈呀！《射雕英雄传》谁看了？哇的妈呀，我这个都没有看过哎，我也没有看过哎。你？啊？我看过新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哇，文成心厉害了，新《射雕英雄传》我也没有看过哎，你有看过什么吗？看过《葫芦娃》算吗？哇！你看过什么？国宝特工，哇！哎，这是一部特别老的动画片呢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这个游戏规则什么呢？就成员两两一组模仿影视剧的经典片段，其他成员呢可以作为观战嘉宾，通过台词完成度和表演的可看性，给演出成员进行现场打分点评，最终得分最低的两名成员将对视15秒，而且不能笑。这是我后面加的两，后面加的，如果谁笑了。那个人就被扇耳光，扇15个，哇，好吧，太狠了。那如果15秒之内两个人都没笑的话，那就两个人都扇。啊，这是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不多说了，就是看谁先笑。说的话，那就做5个俯卧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做50个吧。也行啊，也行啊。好的。互怕互，那怎么分组呢？那我们来黑白配吧。好，来。黑白配，黑的出去，你先出去。黑白配，你跟他是一对了，就是。你跟他一对。黑白配，你跟我。好，那现在组分好了，我跟苏杭、文成星跟傅云哲。文艺跟回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来看一下谁先开始。你去猜拳还是我去猜拳？我去猜拳。来。浩辰，浩辰来，来，这样，猜拳赢的人决定顺序。行，石头剪刀布，大力出击。石头剪刀布，你来决定顺序。你们谁想第一个呀？他们。我想第一个。那你第一个。好。第二个，我第三个。好了。好，邀请第一组，林墨，你好。好，我们来，我们去测我们要表演的影视剧片段。好了，你要选慕容云海还是要选楚雨荨？丑豆丑豆林墨更是我弟，我选那个慕容云海啊，行。接下来是我和四行带来的双人表演模仿，一起来看流星雨片段，表演者林墨、苏杭，欢迎。楚雨荨，我今天又将你赶出爱丽，别碰我，要扣分了啊！爱丽斯顿，笑场啊！等一下，我知道你台词没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这一段我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好吧？看来你们是第一组上场，我们就先不扣分了。好，再来。好了。接下来带来双人表演，表演者林墨、苏杭，开始。楚雨荨，今天我要将你赶出爱丽斯顿，恐怕办不到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不感觉你长得特别像又丑又笨的大笨猪？长得。你的脑袋像哪吒一样，
再说一遍。怎么的？我说你长得像又丑又笨的大笨猪。你想让我打架出版校规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告诉你，你办不到。No。来，谢谢大家。哦。好了，有请评委给他们打分。文世新，文世新老师。嗯。你先给你林墨哥哥打几分？八。好，你先想一会儿，我先问一下傅映泽。傅映泽，你要给我打几分？我觉得你们这个表演吧，漏洞还是有的，相当的好。来，你这个老师，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我希望这次机会，你还是能够给我们两个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对。那我们真的也是蛮可怜的，你知道，我为了练这个动作，每天练习打跆拳道，我都快练成黑带二品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多么不可怜，多么可怜。好了。看在你们笑场和什么的份上是吧，给你们分打高一点，七分好吧。哦，我们两个七分吧。分，谢谢谢谢文正信。你看我们两个之间那么用心的背台词，你友情分。八分吧。八分 OK 好。一个高分。文一哥，不，我记得每个裁判员都有一个就是坏裁判。文艺哥打低分的是吧？对，他是坏裁判。我是打的。文艺，你觉得我们俩之间的表演，你还忍心当这个坏的裁判吗？九分。九分，谢谢。哦、我们要一个深深的鞠躬。我不忍心。谢谢。方嘉诚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当个更好的裁判？多十分就够了啊，不能再低了。八加一，九分。耶！几分？恭喜他们得到了七加八加九加九好分数，总计得分。等一下，让我想想，八加三十三分，不是这么多，来三十三分，不是这么多，再来一遍，三十三分，八加七，三十三分，二九十，三十三分，三十三分，三十三分，对，真的三十三分。好，你在质疑我这个技术员吗？没有啊，我怎么敢质疑你呢？评委生气，评委要给你们减分。不行了，已经打了分，所以三十三分自己已经爆出来了，好吧？来，那谁是第二组啊？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吓死我呀你！你叫我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吓死你了！你还吓死我了呢你！我怎么吓着你了？不是那什么我，我还以为那什么了呢。什么什么呀什么呀，以为那什么了什么呀？刚才那女鬼走出电视就要往我跟前走，这会儿您推门进来，你不吓死我了吗您？拿你妈当女鬼呢？您进来那不是时候。说什么呢？哎，我什么时候回家才算进来的是时候啊？有这么跟妈说话的？哎，别老看这乱七八糟的，给我过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评委可以哦，要不要再高一点呢？我觉得中国好声音再高一点点，做到这么高，先转过来，后期只用给我们披个椅子就可以了。来，好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啊啊啊！我们叫什么？好精彩的表演！我没跟你演戏，你在叫啥啊？这样，两人大叫。现在妈妈开门，没关系。你现在里面看电视，假如说你要演儿子的话，你就在里面看电视，然后这时候妈妈推门进来了，你不能平白无故的叫，你要他没法接。再来一遍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吓死我啊你！你叫什么呀你？你吓死我了！什么？你吓死我了？你还吓死我了呢你？我那啥的，刚才我还以为啥了呢？以为什么？以为什么？刚那个女鬼走出电视，正让我跟前走，然后你就进来了。你妈还当你鬼了你？不，你进来的不是时候。
我家我进来还不是十号，那我要什么时候进来？我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关了。 No。 可以了，精彩表演，特别精彩。我刚才都以为女鬼都要冒出来了，我他演的我就是那种眼神，就是感觉下面那个女鬼就要戳你。那个那好吧，我们来评分好吧。苏杭来评分。苏杭老师，你们就不给点拉票的那种表示表示吗？给表说说话。哎呀，魏爱成演戏这么好，八分吧，好吧。八分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也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当这么高的评委啊、哦！我觉得还是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，要轻一点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按摩呀？这样吧，好吧，我还是给八分已经没有用。八分好吧，八分。耶、八分，毕竟有些台词还是说错了，还吧，但是很棒。我不吃这一套了。你给多少分？看在你们精彩的演出上，我给八分，好吧？耶。八分吧。哇、总分32分。好，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的话，我跟苏杭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安全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分数现在是排名第一，所以呢，你们为了保证你们这队不要输的话，待会儿就给他们这一队尽量打低的。对，你们就得赢了，好吧？啊，文艺老师，黄德山老师，刚刚我们打的，我们两个人分数打了16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、啊。我不吃这一套了，我今天赚了。我们两个不满意，你他们满意就满意啊？我们两个不满意啊？不满意呀、啊？不满意啊？不满意啊？我每次给你打零分，你们再高分也是20分，我们33分。我们用实力说话好吧？你的命运掌控在我们俩的手上，是不是？来，握个手。不要这样，我好傲慢，我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，哪有你的三好的学生优秀团干部的样子？我也没有想到夏若他会别提他，你手流血了，你手流血了 No。我才碰一下你的手，你就他碰的可是你的嘴，不不不这不是袁华同学吗？怎么了？这道题我不会做，第三人就那个不会做，太难了、现在我们要选一下谁当秋雅，谁当圆滑，好吧？我们来定赢的当秋雅还是赢的当圆滑？赢的当。我跟你讲，我评委这边秋雅。这评委怎么回事？我扣零分，我扣零分。你扣啊！那零分到底就赌我个服，我告诉你哦。这样，你觉得我们为了看反差的话，我们让不，我们要让我们真心当圆滑，你来当秋雅。对。有感觉，真的有感觉，反差。你看我刚刚我的演的是处女裙，还有感觉的哟，是吧？行，好，按照他们的，好吧，当圆滑，随便吧。好，那就你就演，我就当秋雅，你就演秋雅。好，给你们秋雅怎么演？给你们3秒钟背下台词，好吧？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秋雅，等一下，我还有。我还有一次机会，口水都喷出来了啊！你不要打我嘞！哎，你打我嘞！我可是评委的嘞！我当然是给你一个零分的话，他们三个给你满分，你都是那达不到33分的这种高分数嘞！你再用力低一点，我给你扣负分，好吧？
快去快去快去！哎呦，开始。秋雅，不要这样。哦，我还回来，我好懊悔，我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，我哪有一点像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的样子？呀，我也没有想到，下落他会。崔强，崔强，别气他。你的手流血了。你的手怎么流血了？亲他的手。我再碰一下你的手就，可是他碰的是你的嘴。不不不，嚎叫，嚎叫！不不不不不不！哎，这不是圆滑同学吗？怎么了？这道题我不会做，太难了，我不会做。好的，我们的演出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哇、我觉得你们这演的不行，我们俩来给他们一个示范，好吧？我们两个？对呀、啊。你当谁？你当秋雅。不能不好吗？你当秋雅。来，给你们一个演示，让你们见识一下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好笑了，我真的很想演一下。赢的当女的，来呀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是那座墙。三二一，秋雅，不要飞了。我好懊恼。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，一点都没有优秀团干部的样子。陈医生，陈医生，我也没有想到夏洛他会，别提他。没有流血，再打一拳。别踢他呀，太小了，再来一拳。别踢他，你的手流血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的手流血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的手流血了。手流血了，我的手流血了。我只碰了一下你的手，他碰的是你的嘴。不，这不是圆滑同学吗？怎么了？不，别说了，没事，这道题他不会写，太难了。啊，过瘾，过瘾。OK。该打分了，该打分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俩先，你们俩先。苏豪老师，啊，苏豪老师打高分。你再等他，再等他试试看，他队友这个是。高高高。那几分分了？八分。你呢？我给十分。哦，感谢魏毅老师。来，你来打分，多少分？不好，待会儿我们给他打分的时候，专门给苏云哲打低分。好，多少分？我给七分。七分、八分是25分。有本事你就打低。那这样好吗？我就给你们打个5分吧。谢谢老师。5分，不能再多了。好的，30分，我很开心。惩罚。最低的分呢，就是你们两位。接下来呢，你们就要通过一个惩罚，这什么就是你们俩对视15秒，直接做，谁先笑谁就输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这样我们当没看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来一次，好吧？
好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不行啊！来，俯卧撑50个，你就做，我们后期加速就行了。好吧，来，站好，我们来做结尾了。你不用做，他做，因为他先笑。对吗？因为他先笑，他就输掉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烟尬时间呢，就在那个傅云哲的俯卧撑当中就结束了。好，那还是很开心大家能够看我们这一期的烟尬时间，谢谢大家。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下载易安范 APP， 参加易安少年成长计划加油投票，就可以给喜欢的易安少年加油了。7月5日中午12点至8月20日中午12点。在 APP 中选择福利选项，在活动页面中可购买 SPC 生写拆取次数，即可前往儿乐园拆取夏日季 SPC 生写，每拆取一次夏日季 SPC 生写即可获赠30张加油券，还有全套270枚的夏日限定易安少年等待着您的收集。点击页面底部福利，进入活动页面就可以选择相应通道，为喜欢的易安少年加油。个人加油，你可以将你的加油券投给任意单人，选择组合加油，您则能以更加优惠的形式为您喜欢的任意5人或6人组合加油。除了加油1周期和加油2周期会公布一次加油票数外，其他时间段所有的加油票数都将对外保密。易安少年的最终名次及分队将在8月的易安中学夏日季上进行公布。想为喜欢的易安少年争取更多机会，务必行动起来，少年们的成长道路需要家长们的助力。今年夏天，让我们一起见证每一位易安少年的成长吧。不知道给哪位易安少年加油吗？ B 站原计划官方账号或易安范 APP 观看易安少年的自我介绍，可以了解更多个人情报。谁呀？干嘛？等一下，干嘛？干嘛？哦，完了，7点了，完了，上课要迟到了。刚刚一直在抽这张卡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因为这张卡我觉得很帅，然后就是如果大家还没下载 APP 的话，你们可以扫描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易安范 APP 来抽取我这张卡，然后又一定要抽我们夏日季的这张圣洁卡哦。希望用获得的加油票为我多多补足票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谢谢，拜拜。